这是2007年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受到富士康的邀请，在富士康的晚会上，富士康老总郭台铭和林志玲一起跳舞时的照片。年轻时的林志玲不仅有魔鬼身材，而且颜值爆表，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，就连台湾首富郭台铭都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。